那个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物资有没有 QR code？ 我今天要进行一下那个修哥楼的仪式，这样。修哥楼，修哥楼。那个这次的募资有延长，然后为什么要募资呢？明年我们会可以请更厉害的团，比如说像刚刚有没有，可以明年可以请灭火器，或者是闪电。所以募的越多，就可以请到他们；募的不够，募的不够就是请我们。所以量力而为 ，OK， 那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大哥扫描一下。关于六千块的投入去，也比较多啊，是我今年新写的歌这样子。我在跨年的时候写的歌这样，因为我外公是一月一号生日，他一挑你就不玩了。哦，我酝酿了很久，突然在跨年前有一个灵感。想写给他的歌，然后所以今天不止这首歌送给他，也送给我们台为了台湾民主所努力的前辈。哦，因为民主真的是要靠流血流汗拼来的，所以这首歌也送给我们台湾的民主前辈。作诗党。你工作
心